这个是盲山。哎，他这个剧本有问题。你这个矛盾啊，接得太近了，咱们得走起来。我真的不会去演一个没有梳理清楚的作品。一定要把我演得那么傻，不行。姐，姐，用碗去自杀。你，我给你解开了，你立刻就勒着我的脖子。咱们还是接着往下走吧。我觉得现在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陪你那个去捋这个逻辑，就是现在没有这个时间。昨天到今天排练的时间1个小时有没有？马上要上舞台了，我心态可能低到了谷底，不能再低了。我就是想要把最真实的我和我对表演的这个态度带到这里。我觉得他们俩都有麻烦了。